恋谁人知？人生路苦梦了解，千里难相，命难定。坎坷人生路，犹原爱行。李群，委屈你了。四皇子，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被王将军在酒里下了迷药，他迷昏我以后，故意把我丢来这里。难怪。难怪什么？四皇子，自从你失踪之后啊，军心大乱，就只有那个王将军好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哎，也不急着找你。我就偷偷的带着1000兵马靠近边境，就是为了找四皇子的下落。结果，你们遇上了花雨阵。一个个都变得又吃又下，甚至最后成为奴隶，对不对？你怎么都知道啊，四皇子？刚才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对不起，四皇子，我带着这么多的兵马，又是男人打女人，竟然还大败，是属下无能。李群，不要自责，碰上这种邪术，我军当然会吃亏了。李群，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你变成这样的。四皇子，这点伤不碍事。我看呐，我们快走吧，好带着援军回来救我们的弟兄。不行，我现在还不能走。四皇子，为什么你还不能走啊？我要留下来，研究怎么破这个花雨阵。四皇子，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李群，你现在受伤了。你如果不快点走，等他们回来以后你就走不了了。记得回去以后转告国师跟我娘，说我目前在这里平安无事。还有小心王将军。四皇子啊，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呐。好了，这是命令，快走走啊，走。末将李军遵命。起来起来，走走。四皇子保重啊。这个花雨阵到底有什么玄机？怎么会这么厉害？看不出来，女儿国的女孩子下手都如此的狠，奇门邪术也如此精通，反而是我什么都不懂，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恐怕会危害到大明朝。既然我现在人在女儿国，眼前要查探情报，帮助大明军队反败为胜，看来就要靠我自己了。擒贼先擒王，如果要打听消息，回到主帅营帐一定没错。李
些大明朝的男人真的很好笑哎，每个手拿刀骑战马的时候，一副威风凛凛、气概万分的模样，但是一旦踏入花雨阵里，就一个比一个还痴呆还笨，不是叫爹喊娘的，就是又哭又笑。我每次看到他们这样，都会笑到肚子痛。那就是花雨阵的厉害，才能让那些臭男人现出原形。大明的风气重男轻女，也是因为大明的女人都没有用，又太温顺了，那些男人才会瞧不起我们女人，不知道我们女人的厉害。哼，既然他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女儿国，我们就要让他们大开眼界，好好教化他们一下。放心，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不会让他们白走这一趟的。被我抓到了吧？糟了，我喝下王将军的迷药酒，到现在还无法使力。真大胆，竟敢吃本姑娘的豆腐，大胆！哇，还是将军厉害。废话，不然为什么我是将军，你是队长？苏娜甘拜下风。英俊的，你当女儿国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怎么，现在散步的开心了？甘愿被我们抓回去了吧？好了，快把他押回去。是。发生了什么事？启禀大公主，这个汉人真是不知死活，竟敢逃走。逃走？刚才有一个大明士兵竟能无缘无故的成功逃走，应该是你放走的吧？我们公主在问你话，你敢不回答？我就知道，可恶！这个人的眼神怎么会这么坚定？而且看他的气宇非凡，一定是个杰出的人才。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来历？怎么会在女儿国里被抓到呢？公主，大公主，我听说大明的主帅失踪了，我在想，他应该就是那个失踪的主帅。是或不是，等我的皮鞭抽下去，看他还能够嘴硬多久。请公主允许我用刑。嗯。你这个汉人，武功不怎么样，可是倒挺有骨气的嘛。说，你叫什么名字？到我们女儿国究竟有什么目的？哼，看他这副油头粉面的模样，搞不好是来我们女儿国出卖身体赚皮肉钱的。你，哼，你会说话了？你再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说，你是不是大明的主帅？你最好打死我，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还嘴硬？你来我们女儿国到底有什么目的？那你告诉我，你们出兵入侵中原，你有什么目的？看来你果然是来探听情报的。如果你们没有阴谋，又何必怕人家探听？女儿国是女儿国，大明是大明，本来就是对立的国家，两国交战，天经地义，你凭什么说我们有阴谋？但是据我所知，你们女儿国与大明并不对立，甚至在唐朝的时候，女儿国跟中原还互派使者，数百年来未曾有战争，怎么突然变成对立了？国家治理无方，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天下贤人皆可取而代之，刘邦、李世民、朱元璋不都是这样吗？你说的很好，不过你说的都是汉人，中原的事我们汉人会自己解决，不用说的这么好听，说什么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为什么不说你们有觊觎中原的野心？
要是真的为了百姓着想，为什么要兴兵入侵中原？难道你不知道，京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俸，日费千金，发动战争最痛苦的人是百姓，你知道吗？公主，他们汉人都伶牙俐齿的，别再跟他们多说，免得会被他气死。请公主允许我再继续教训他。慢着，公主，他说的没错，放开他，叫厨房准备一桌酒菜。公主，公主都吩咐了，快去啊。是。公主赏饭，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哦。就是说嘛，从我长这么大以来，从来就没看过像你这么不识相的。坐。苏娜，替客人斟酒。为什么？他是男人呢？来者是客。哦，明明就是奴隶，世上哪有女人替男人倒酒的道理啊？苏娜，好了，喝喝看，这是我们女儿国的名产百花酿，你怕有毒？如何，是不是不输你们中原？百花如此芬芳，但是却也害人匪浅。你们中原有句话说得很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中原江山在你的眼里应该也是一样的迷人跟醉人，要不然为什么你们无视于两国的邦交，兴兵入侵中原呢？两兵交战，各为其主。你不希望我们设宴套你的话，我也不希望这顿饭吃得这么痛苦，你们也坐下一起吃吧。是公主。公主，明明是主帅，却跟手下一同进餐，而且看起来不像是做样子的，已经是习惯了。这是女儿国开明不分阶级的作风，还是这个主帅比较特别呢？在你眼前的是我们的主帅谭风公主，我是琼姨，她是苏娜。哎，你们汉人是比较小气，还是你的名字特别值钱，连说都不能说，还是要我们一直叫你哎？看来我越是隐藏，就越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我姓穆，名字叫做玉匠。你是做什么的？名字我已经报上了，其他的我不想多说。你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看我。玉匠。没错。我看这样吧，你这么有骨气，跟我们女儿国那些软弱的男子都不一样，我就留你一命，做我的奴隶，你说如何？我。你真的个弟兄，当在当把穷穷穷，穷丢鼻兄，喝醉了了。农子呀。你这么有骨气，跟我们女儿国那些软弱的男子都不一样，我就留你一命，
做我的奴隶，你说如何？我堂堂大明朝的四皇子，竟然要我做奴隶，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不过为了大明朝，为了要打听花雨镇的秘密，看来我得忍气吞声。还不快谢谢我们公主。多谢公主。你以后就负责伺候我，不过我先警告你，你的命是我的，要是以后你敢逃走或是有可疑的举动，我随时可以要你的命。我知道。哎，你懂不懂礼貌啊？什么知道不知道，应该回答是。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次的耻辱我就暂且忍下。我是与高威师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希望李群能够快点回报，那么国师他们就知道我的下落了。我应该先回应天，通知国师跟娘娘前来救人，这样说不定四皇子还有一线生机。李副将，这么急着赶路要去哪儿啊？回军营嘛。不过李副将好像走错路了，回军营的路应该是那条，不是吗？哼，李群不是要回军营？我们五万大军奉命歼灭女儿国，如今你从女儿国逃出来，为什么不回到本军阵营向王统帅？哼，王军只不过是一个都统，什么时候变成统帅了？四皇子失踪，我军不可自乱阵脚，以免群狼无首，我们正好推举王都统成为统帅。是全军推举还是有心人操纵把王军推上了统帅之位？小哥拉啰嗦，把他抓起来。是。走，走。李群，你从女儿国逃回来，论情论理都应该回去驻军之处，为什么你反而往应天的方向走？难道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还是阵前逃亡之卒？哼，我李群征战沙场多年，身上每一道刀疤都是光荣的印记，怎么可能阵前逃亡呢？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如果你没有泄露国家机密或是我军行军的策略，女儿国怎么可能放你回来？你问我，你为什么不问自己是不是灌了四皇子迷药？你见到四皇子了？哼，你心虚了。我为什么要心虚？四皇子说你灌了他迷药，等他醒来就已经身在女儿国了，本帅没有这么做，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王军，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四皇子如果死在女儿国，你就可以只手遮天全盘否认？你不要胡说。王军，举头三尺有神明，这种谋害主帅背主叛国的行为，你就等着老天爷惩罚你，我李群就等着看你被斩首的那一天。可是很可惜，你等不到，因为你会比我先死。国师驾到。刘伯温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末将王军参见大国师。王将军，不用多礼。这不是四皇子从应天带来的副将李群吗？嗯。哎呀，看他七孔流血、四目瞑目的样子，应该是受了什么不白之冤，有冤难伸呢。刀枪无眼，战场无情。希望李副将可以早点安息。阿弥陀佛。李副将，希望你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一路好走，佛祖会给你加持的。
来人，拖出去。是。王将军，李副将是怎么死的？是末将杀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你要杀了他？李群，阵前叛逃，李当被五马分尸，已尽校友，我留他一个全尸，已经是念及旧情了。阵前叛逃，这不可能。照我对他的了解，他还像是一马当先，杀敌无数，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可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末将在李群身上搜到一张200两的银票，末将认为这就是女儿国让李群叛逃的原因。这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看来王将军已经被收买了。嗨，这叫做呀，恶人先告状，要小心哦，佛祖会惩罚坏人的。李将军的死，卢双觉得还有可疑之处。卢双姑娘，虽说死者为大，但是眼前最重要的是先找到四皇子再说。奇怪，四皇子的个性虽然比较莽撞，但是他并非是有勇无谋之人呢、啊、怎么可能在尚未准备周全之时他就直闯女儿国？没错，这个老四在出发之前你还特别揪在他，要他凡事不可大意。老衲我相信他应该有把话听进去才对。末将无能，末将不能好好保护四皇子，才让四皇子到现在还下落不明。虽然末将已经派人四处去找，不过还是找不到四皇子的行踪。末将请国师降罪。刘国师，你们觉得很好笑啊？那些越会在暗地里搞鬼的人越喜欢跟人家下跪请罪啊。王将军，请起。高明师傅，看来四皇子应该不在大明境内，要不然我们总会找不到他。那你打算怎么做啊？王将军，是，明天派几个精兵给我，我要越过边境去找寻四皇子的下落。遵命。你睡着了没有？睡着了。睡着了还会说话？你跟我说话，我敢不醒来吗？哎呀，对不起了。既然这样啊，老衲我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是很重要的事情哦。什么事？你说。你觉不觉得王军这个人不太对劲儿啊？高斌师傅，你三更半夜的把我叫起来，就是要跟我说王军这个人不太对劲？你也不是说我们这次的任务很重要吧？啊，要是有任何发现都要告诉你吗？没错，我是说过。你说他哪儿不对劲了？老衲我看他呀，这眼神啊闪烁不定，而且他面对我们的时候，哎呀，相当心虚，都不敢正眼看我们。没错，我想的跟你一样。然后呢？然后就由你来判断了。你知道吗？我很后悔要你陪我去女儿国。啊，刘国师，我等你这句话等好久了，我现在立刻就走啊。等一下，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我知道这一路上你故意制造状况，目的就是要激怒我，然后希望我能跟你说一句，高斌师傅，你回应天，别跟我去女儿国了，对不对？你老实说，你到底在怕什么？我怕什么啊？老衲我这么大胆，我会怕什么？好啊，不然我问你，唐三藏到西方取经的时候
是不是走这条路？应该是吧。嗯，那我问你，唐三藏他最怕什么？白骨精。白骨精？嗯，对啊。哎，你没听说吗？孙悟空啊。 三打白骨精，你就知道那白骨精，哎呀，多厉害了！哈哈哈哈哈！高斌师傅，你在开玩笑吗？白骨精是说书人在说的故事，你把它当真呢、啊？什么说书的故事？我现在啊，很诚恳的告诉你，真的有白骨精。 白骨精是说书人在说的故事，你把它当真呢、啊？哎呀，什么说书的故事？我现在啊，很诚恳的告诉你。 真的有白骨精？就算真的有白骨精，也跟你没关系。我要是跟你说，我也很怕白骨精，你信不信？哼，我不信。为什么？因为你看起来也不像唐三藏啊，当然不会有白骨精来找你了。哼，哎。 刘国师，你不要看不起老衲我啊！哎呀，以前我也是英俊潇洒的。哎呀，算了算了，过去的事啊就别提了。哎，你现在不信啊，到时候遇到了你就知道了。你在那里念些什么？没有，我是说，那个王军呢、啊、很可疑，搞不好老四失踪跟他有关系。 刘国师，你认为这个王军有没有可能通敌叛国？没有证据的事，我不能胡说。不过，有件事情我很肯定。哦，什么事？镇守边关的人时间久了都会改变他们的心性，所以照理来说，每3年就应该换防一次。可是，根据我的调查啊。 这里的守军已经有10年没有换过防了，喏，所以朝廷突然派了一个新的元帅来统领他们，也许他们会心生不满，我们根本不知道。哎，你说的有道理，哎，可是他们会因为这样就对老四不利吗？这就难说了。 因为四皇子带兵一向严厉，而且他不留情面，我担心因为这个原因，使他们起了歹念，想设计四皇子。可是说到这儿，有一点，老衲我还是很怀疑。以老四他的聪明才智来说，要害他也没那么容易。再说了，他才刚到任一天，就失踪了，是吧？除非。 他喝了酒，这不可能。我问过了，四皇子根本没喝酒，连他们为四皇子接风，四皇子都没有参加，怎么可能喝酒呢？嗯，这就奇怪了。不过有一点，王军说对了。哦，他说了哪一点？在这里，为了防止外寇入侵，住在这里的百姓，他们只要看到陌生人，都会生黑烟为号。哦。 如果四皇子还在这儿，我们应该马上就找得到，除非他不在大明的境内。嗯，所以你想越界，去女儿国找老四？嗯，啊，我说刘国师啊，你要不要先？ 先卜个卦看看，说不定老四不在女儿国，可能在别的地方啊。那我们就不用了，我已经为四皇子卜过卦，他此次是有惊无险。嗯。
那么我们就去吧，反正我们此行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好吧，那我们明天就去一趟女儿国。老兵师傅，不用等明天，我们现在就去。为什么？因为天马上就要亮了。国师醒了吗？ 王将军进来。我说王将军啊，你这么早来是？早餐准备好了？不是的，高斌师傅，末将已经派人摆好祭坛，想请国师充当主祭，祭祀天地神明，以祈求两位能够顺利找回元帅。 王将军啊，你真是周到啊！一大早就准备好祭坛了，哎呦，可是你怎么知道刘国师他一定会答应你去那儿祭拜天地呢？末将以为找元帅是件大事，应该需要先祭拜一下天地，所以两位要是觉得没有必要，那末将就派人把祭坛给拆了。哎，王将军且慢。 国师，高斌师傅，你们来了。香烛祭酒我都准备好了，国师可以开始了，请。王将军啊，老衲我是出家人，不能喝酒的。高斌师傅，你不用担心，末将知道出家人不便喝酒，所以特别准备了茶水，以茶代酒来祭祀神明。高斌师傅，请。 大明洪武26年，国师刘伯温，护国大法师高斌师傅，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巍巍大明，地狱无疆，四夷臣服，举手而望。唯女羌呼，夺我西疆，孰不可忍？挥戈征战，愿皇天厚土，佑我家邦。 第一杯酒，愿上苍保佑大明朝永乐太平。第二杯酒，愿上苍保佑大明朝三军早日剿平贼乱。 第三杯酒，愿保佑我朝元帅平安无恙。这茶，这酒有毒。 来人，把这两个人抬到边界埋了。是。这茶。 这酒有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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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在！把这两个人抬到边界埋了。是。谁敢？是谁？哼，我还以为是谁呀？陈仙，你们的元帅到现在尸体还找不到，你敢跟我作对？我为什么不敢？你凭什么？凭我还活着。你不是被我迷昏了吗？我是被你迷昏了。 我现在怎么会站在这儿呢？哎呀，就是嘛！哎呀，老衲我一个人躺在地上装死也没意思。你，哈哈，王军呐，老衲我呀，昨天就知道你呀大有问题，所以呢，我才会跟刘国师啊将计就计，配合你安排的这什么啊祭天。哎呦，想不到你果然在酒跟茶里边动了手脚啊！ 照这样看来啊，老四应该是这样中了你的圈套，对吧？来人，把他们抓起来！你们造反了！王军，你别做梦了，他们怎么可能听你的话呢？阵前叛乱，可是要杀头的。王军，四皇子在哪里？我不知道，搞不好已经死了。哎呦！ 到现在还这么嘴硬，你真的不肯说啊？王军，你快说，究竟是谁指使你的？也许我还能饶你一命。王军，你快说吧，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好，我说，指使我的人就是……<笑>不要过来！王军，不要过来！快放开！我就杀了他！刘国师，你不要管我，你抓他，别让他逃了！你少啰嗦，再啰嗦我就杀了你！ 你下不了我的，你还是赶快投降吧，要不然你会后悔。你们快让开，要不然我就杀了他。好，王军，你不要轻举妄动。陈副将，退下。哼哼，这样才对嘛。呀呀，这……陆顺姑娘，你没事吧？我没事，虽然我不会武功，可是我还是可以咬人的。嗯，会咬人啊？嘿嘿嘿。 嗯，王军，你这下没戏唱了吧？乖乖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你如果不说，我马上杀了你。好，我说，指使我的人就是。啊！好，什么人？王军，王军，你快说，是谁指使你的？快说！是。 他已经死了。阿弥陀佛，国师，追到人了吗？没有，让他跑了。奇怪，到底是什么人会杀人灭口？无论如何，明天还是照我们原定的计划，进入女儿国寻找四皇子的下落。 末将琼仪叩见大公主，末将玉京叩见大公主。年礼，谢公主。玉京，你有什么事？回公主，末将在大明买通的奸细回报了，他说大明国师刘伯温，害一个叫做高斌的和尚已经来到我们这儿了。哦，什么时候？末将的人说，明天刘伯温。 就会带兵进来我们女儿国，要找寻他们失踪的元帅。失踪的元帅？他们的元帅还没有找到吗？回公主，他们的元帅已经失踪很久，音讯全无。刘伯温判断他们的元帅在我们这里，所以才会出兵来找。是啊，真奇怪，堂堂一个大明的大元帅，竟然会离奇失踪，真是搞不懂。 搞不好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元帅，说不定只是个大饭桶。你住口！他如果真的是个大饭桶，那么就请公主把他赏给你，做你的男妻。嗯，为什么？因为你也是一个大饭桶啊！不许你笑！你们有没有规矩啊？就是嘛，有什么样的将军，就有什么样的兵。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哼，要你管！好了，我在这里，你们也敢吵。
刘伯温真的会来吗？这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亲自会一会他，让他们知道我们花雨镇的厉害。那还用说，公主的花雨镇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到时候刘伯温只要进入花雨镇，我相信公主一定会让他进得来出不去。哼，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真是没见识过什么叫做阵法。花雨阵在国师的眼里算得了什么呢？可是国师知道我现在在这里吗？那个叫做玉君的女人说她买通了我们的人，所以我才会上了王军的当。希望国师已经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我在这，然后领命来救我。高明师傅，这山路的确不好走，怪不得孔明先生会说蜀道难行。哎呦，当然了，当然不太好走了，这又不是什么菜市场啊，每天都有人走过来走过去的，对吧？哎呦，哎，不过呀，看到花了，女儿国呀应该快到了。高明师傅，嗯，为什么你说看到花代表女儿国就快到了？因为这些花一看就知道不是野生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种的，所以老衲我才会说女儿国快到了。可是我觉得这些花的花色太过鲜艳，这些花有点奇怪，那么老衲我呀就去看个清楚。高明师傅小心，快背信，背信，快点！一见到家的兄，东西南北冲冲冲，冲到悲伤，化作了了。浓酥羊会讨喜，派家的字讨听，谁敢不过浪中，铁柱担心心。高明师傅小心！快背信，背信，快！疼啊！梁护士，他们怎么变成这样了？这是阵法，这一定是阵法！桃花阵，他们中毒了，他们全都中毒了，好，他们全都中了桃花阵了，快，快离开这里，快，快离开，快走，恭喜大公主，花雨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次又把他们这些人打得惨兮兮，落荒而逃了。糟了。花雨阵相当厉害，叫大明军队要如何是好呢？好，大家辛苦了，每一个士兵都赏绫罗五匹，每个月多给10两。多谢大公主。左右将军，在。你们两个赏奴隶2名，绫罗10匹，每个月多给50两。谢大公主。大家继续作战，如果接下来的战事也能同样这么顺利，奖赏就还不止如此。有大公主这句话，再辛苦我们都不怕。大公主，我看现在我军士气正旺，应该趁现在立刻出兵。大公主，我认为大明这次败兵的原因是太轻敌了，他以为我们女儿国没什么力量，很好对付。可是如果他们回去之后重新计划，恐怕就没这么好对付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也要重新计划，以免我们的政策被敌军识破。
右将军的意思是说，公主的花语阵不够厉害吗？你别血口喷人，我只是觉得不能太轻敌，既然要出兵，就要做好准备。做好准备？那你的意思是说，公主她没有做好准备了？你不要太过分了。好了，过分。两位将军参奏的都有道理，我自有定夺。哎呀，真是糟糕啊！想不到女儿国的人也会摆阵法。没错，他们早就会了，这叫花语阵。高明师傅，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听说的。高明师傅，你到底还知道什么跟女儿国有关的事情？我还知道这花语阵不能硬碰硬，不然待一会儿帐里之气就会来了。看样子，我们如果不潜入敌营，是没法救出老四。你在看什么？快替他们解毒啊！怎么样？这毒我解不了啊，必须要女儿国的独门解药才行。看来我们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了。大明朝的国师和大明朝的护国大法师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进入女儿国的。心爱且保重，唔通来心悲伤。